第一首曹操，曹操。其实很多中国风里面，他多少都会聊一些古代的东西，《青花瓷》啊，《菊花台》啊。哦，对对对对，还有一首《爱在西元前》嘛。对对，那是。哦，对。你说那个干嘛要过期了？什么？巴比伦王颁布了，什么？汉谟拉比法典，然后是300多年前，说这个300多年前已经写在哪里？爱在西元前了。嗯，写在石头上面啊。写在什么什么什么？你在考我歌词吗？对。古巴比伦王颁布了汉谟拉比法典。写在。反正他这个多少多少年前已经过期了，已经不是300年前了。哦。我想起什么1700多年。3700多年。3700多年是不是？好像是三。好像是已经不是3700多年了，所以已经过期了。对。有我。还有我三个。哎，我们的团名能讲吗？你们又有团名了？有团名喽。跟妈妈梗没有关系的吧？没有没有，我们不会那么幼稚。大家好，我们的团名是心肌梗。哦耶。一个爆炸哦耶！我们的团魂是，然后我们的团魂是爆炸。为什么心肌梗？为什么？爆炸？因为你不炸就心肌梗塞了。哦，对啊，我慢慢融入我们的世界了，真的不错不错不错。我能 get 到你们的点。没有，我们的点还很多，你要慢慢来哦。好。哎，你很放话了。好了，我们回到第一天。我说我懂了，我说我懂了，会不会太快？对对对对，会有很多的行为。我们看个人唱那个耶利亚，然后这一次是他，就是整个做他自己的年轻。歌可以总结为青春有你。我怎么听到油腻，我就很油腻，青春油腻。我突然说，为什么你要这样子诋毁我们？再补一刀，会。我的青春。